这是什么鬼麦？他说，他直接来一个疯狗汤姆。他这麦怎么这么大呀？最后一把了，火速一点，争取五分钟打完，还能打一把，好吧？哎呦，老表玩侦探，上次不是也是吗？这个点说五分钟解决他，真解决了，还开了一把，你知道？记得吧，燕子？我不玩了，我挂机。干嘛你？快点的，快点。我挂机。祝他开局没隐身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带的是。欢迎留位置，留位置。你好，你就没。天月隐身。天月。加班组，他不想玩了。别操，你闭嘴！我要是打，不想玩了，下面没得闹呗。他在跟谁连麦呀？是啊，跟白夜 啊。肯定跟白夜 啊。还有想啥？好，再加吧，再加吧，再加吧。再加吧。这个就是之前战队赛被我连吃哦，差点死。战队赛。战队赛被你连吃三把分。哎呀，有意思的意思真的挺好听。电源隐身可以拿，我拿两瓶眼药水加一瓶隐身。还有隐身啊，还有什么两瓶药水？他开圈里麦直接告诉了，干脆叫黄猫算了。拿了吧，拿了，我直接喝去看看看楼去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跟着他，你跟着他。在化妆室应该是看不见了。哎哎，撞脸了，花爷。没有啊，啊、哦，撞了，那没事。我要点了，我要点了。点。你隐身注意点，没时间。隐身结束，没盾，隐身结束，有成人追击，追我，我办，我办，把平板平拿，有没有？给了，哎呦，给晚了。下不上去了，一点池就跳不上去。哎，追不上。为什么有点池跳？没事，那你来早点，我可以。没有血，兄弟们。没事，少了手脚。啊！又死了。啊！我靠，变大了。没多少血吗？没多少血，下来水上。砸了。我吃。哎靠！哎，突然跑出来一个比利时的啥 ？OK， 推。我看到没药水吗？他们推完了。没药水。上去了，上去了。猫没药水，啊，我怎么没说完呢？是你目光短浅。啊，不对，他又消失在我的视野里面。开个眼。懂。没懂。没影声，守一下，你死了吗？没有，那分身。我不可能出猫脸的。在看病。哎，不对，他又站着不动。好，看到。在楼梯。这个炸药没隐身，闪现，在电影，在餐厅。不对，不在餐厅，不在餐厅。在那边下甲板。下去了。家伙，这个手机上。我知道，看到。对，看着，拉上去了，过去右边。下面。我知道，我六台。两个加油怎么样？还是？来不及了。不用管。过去了。下去下去了，烟毒。
是吧，大哥？区区橘猫打这么稳，还以为你就这啊，就这啊，白那个橘猫，就要乱杀咱们，这就乱杀，这就，这不行。队友五千又来，他先别来。这不行的，这也。我又来偷奶了。有藏兵，甲板走了，下去了。换家伙。把瓶拿了，花言没道具，把瓶。拿不了了。啊，那隐身，那隐身的吗？没隐身，没隐身。没隐身的，他直接了，直接了。我没过。我都忘了。老表救老表，救老表去救。老表平留着啊，能隐身就直接救，不要丢。有家，中间家。射击。被救下。守一波。可以啊，终于打了一把好的。感觉他真飞，真飞还是可以。不对，等一下，以后就让燕子玩真飞吧。对，对了，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，还有一点点机会呢。啊，这还有一点点机会。队友被抓住，我白给了，漂亮，救不救？来了好，不如来个小。哎，就这啊，这不行打的。这也乱杀啊，这也啊啊，就这啊。这不行啊，这也。酷啦，他不是早就属黄了吗？追我呀，小猫咪。阿峰。对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他那就是双黄啊！啊！等会九点恰饭嘛？啊，对，等会还要吃个饭。你们要打匹配吗？想打我就晚点吃，好吧？陪你们打。